高雄桥仔头糖厂是日本时代头一座糖厂，伫糖厂内面呢，有业者甲日本时代留落来物件做整理了后摕出来展览。除了有日本社长夫人所使用的西装台以外，还佫一座白糖之父新渡河雕的铜像，希望互这历史呢，讲互正人知影。桥仔头糖厂有真侪历史建筑，这栋白石瓦砖面积有400瓦白建筑，才有日本味。过去则是糖厂的电影院医护所，即马正做咖啡厅兼电视馆。伫门口就放一尊雕像，即座是予人号做白糖之父的新渡护道造。过去推动台湾糖业的发展，是吉米集团创办人柯文良捐予台糖，即马公开予大家欣赏。即阵叫做日本话叫做你都没拿走，按我们叫新渡户道造，啊，因为即阵吼，其实你也电视出来，伊是按台湾啊刷糖的老爸，按一般土话安尼是安尼讲啊。除了这尊雕像，还有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镜台、充满西洋风格图案，还有用日本特色雕刻。过去是放在厂长的宿舍，和社长夫人使用。业者把这栋建筑租下来，也为糖厂仓库找出三家百年古物。这两座日本时期镜台和百年保险箱，真有历史价值。对，这种叫做锦坡雕，其实是来自日本。富山县的一种特殊的雕法，到这是有两百几档的一种的特殊的雕法，所以在这个化妆台呈现了。高雄桥仔头糖厂是台湾第一座自动化的糖厂，有百多档历史。即马业者将古物展出，和民众哪歇困哪啉咖啡，买当欣赏百年糖厂的文物。记者钟丽辉、柯昭阳高雄报道。